大家好，我是金莎，我于27号确诊了新冠肺炎。我现在身体状况是有点喉咙有点不舒服，有点咳嗽，头也有点疼。然后今天早上是我入院的第一天嘛，早上就抽了血，然后也验了核酸，晚一点还会去做 CT。愿美女早日康复。5月28日，金莎被确诊新冠后发视频报平安。素颜出镜，略显脸色苍白，脖子上还贴着一张药贴，轻声细语透露自己的治疗情况：喉咙有轻微不舒服，伴有咳嗽，头也有点痛，早上抽了血，晚一点还将去做 CT。 虽然生病了，但金莎全程面带笑容，让大家别为她担心。好暖呀，我们希望姐姐早日康复。也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和支持，我都收到了，看了很开心，希望能够早点出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更注意防护，无论是口罩啊，还有比如说点的一些生鲜水果的一些消毒消杀，都要做到很好。